悉了。我们一直以来熟悉的这个点，可能说相互配合之间会更默契一点。跳其他的点的话，可能就是说不太习惯，还没有研究。你像我们这个抢空楼战术，就是由于是我们这个四耀天科的队长蓝湛飞独创的一门战术，然后开始被大家所熟知并且普及，是一种快速发育的战术打法。看直播的时候也能从狼哥的直播间学到很多战术打法啊，只要仔细听就好了。有一对耶，感谢小雪的飞机，谢谢。哎，罗顶，多少个？哎，罗顶。好的。他捡着枪了，他捡着枪了，他捡着枪了。帮不了你们喽，狼哥在哪儿？靠马哥，来，现在楼顶。你名字说合适吗？我在一号楼。林夏，你有在三号楼楼顶。我们马哥宰相肚里的生产，马哥干什么？豹哥，哎呀，好玩没玩？好的，哥。打好游戏啊，哥哥！哎呦，死了！有完没完？他妈在这猛吹！有枪了，马哥。有枪了，豹哥，来 AK， 豹哥来，我不用枪。拿吧，你拿吧。你拿就好。我今天蹦蹦去，感觉是 K 了。豹哥来了，枪！他就跑了。那边说把枪堵桥去了，有人堵桥吗？要了一个，还留一个。好的。要楼顶，要楼顶，帮不了吗？帮不了，这么久，打轮胎，我操！你可以从警察局后门去打他。A 楼有把 M 四啊。马哥，帮我站在那边楼梯，他要上来。马哥，我没空，我给狼哥送溜背镜。动你大爷，他妈打人，哥哥，求你当个人吧。在哪？要楼顶趴了一个，要楼顶，然后二楼顶想下去。那你要不要嘛？三枪。好，楼顶在哪里啊？好，楼顶。要楼顶三枪，就是你那边那个方盘趴着的，把他三枪。你把全息给我。二楼你个楼梯那里。你上去就能打到车神，听到了吧？应该打起要了。听见。还看着我呢。还有一个在哪儿？二楼里面。二号楼里面。楼里面。确定。在我这边脚下。在你们左侧啊。喂。哦，我跟刘斌说的。Hello， 堵下去了。那个，报告。哇塞！不好意思了都。把轮胎卸了，堵下去，我顺便捡个空投。卸吧。那边有两个人呢，他队友在刚刚开蹦子，两个。蹦子开到了大厂指挥楼那边了。这个月有29号耶，
二十九号不是二十八吗？六月有二十九号呀。二月小，我记得都是。那今年的二月比较长吗？今年是闰年。啊，月平。哇，那今年二十九号出生的，四年过一次生日，老省成本。 我送你礼物，你接不接受？你说不必了，不已经说好，已分手了吗？你曾说过分手以后还可以做朋友。我送你礼物，你接不接受？谁有记住吗？这有个六呗。 你说不必了，不已经说好，马哥分手了吗？马哥有积木包吗？没有，我大绷带都没了，血都打不满。哎，桥中间为什么有个包啊？不知道，摔死的盒子吧。 安静是暴风雨的前夕，一刹就很猛了，安静是暴风雨的前夕，一刹就很猛了。
后面来车了，屁后面来车了，屁后面来车了。两辆人了，半辆车了，行了。上头，上头，死了。这两个是什么啊，哥哥？就是那两人，就是那俩。机场的两个，机场的。升级甲，下面有升级甲。有了。两个纯男，影响我生意。马哥，你又玩六倍瞄压枪了啊！牛逼！我是装了 SCAR 上面 ，SCAR 上面单点的。我那打一 K， 我 SCAR 没装子，没子弹，就三十发。马甲是不是出去开挂了？但有两个包他都不舔。舔啥包不舔？这不是全员不说话，是赌桥实在没啥话好说。我给你们表演个相声吗？我给你们来个 rap 啊？我还能干啥呀？我还能给你吹朵花出来啊？我们现在在等生意呢。我现在给你开个摄像头跳段舞怎么样，哥哥？你赌桥你能干啥？对不对？我们在赌桥是吧？你说我这现在能干嘛？能聊个啥？聊朵花出来，聊一下前世今生，没生意呀。带着两个打手的，又不是带着两个相声演员，聊朵花。我一个相声演员还不知道在干嘛呢。哎，给你们播报一下新闻吧。
我靠！啥时候能变李佳琦那么牛逼呀？发个微博能热搜第四，好羡慕啊！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，那之前很火那个华农兄弟不就心态崩了？应该也被很多键盘侠在线对线吧，被喷了好多吧。没生意来呀，只能给你们播报新闻了，哥哥。别开船。哪里开始？键盘侠跟你对线，他不管你家养不家养的。键盘侠跟你对线，他可不跟你讲道理。好，打开我们百度的标题党，看一下啊。百度标题党新闻，现在还有全国。缩阳症是什么？标题党，恐缩症，又称缩阳症，是恐惧升级系缩入体内，致使的恐怖焦虑发作。这不就是以前那个缩阳功吗？这个为啥？你他妈在干嘛？为了幸福券，感谢感谢，事儿没事儿。他妈又不说话，不说话就算了，游戏还动来动去，我连生意都没有，给你动没了。话说为什么剩24个了？太夸张了吧，哥哥！人都没杀。连人都没杀，一个人过撸都没有。赌桥赌半天了，50多个人瞬间变24个人，我咋的了？我这把要零杀他躺机啊！我感觉，我也好想吃鸡，我好焦灼，我也很想吃，我没有人来呀、啊。你3圈剩24个，哥哥吹牛逼了吧？为什么不躲躲另外一个桥？另外一个桥，你现在过去，你都被堵死了，哥哥。啊，错了，错了。他有队友，他还有队友，他还有队友。我看一眼啊，看一眼。我。嗯，你个我什么东西啊？我已经走了。你他妈到底在干嘛？半天不说话，有啊？事儿有事儿。啥事儿？别管了，你们都有事儿。
我穿一下，哦，给炸死了！走，妈小将回去偷偷去看比赛。 这停了个车，有人啊！这伸头出去打他，好不好？这里还有人呢，这里还有人，前面脸上，我被打死了就。十几个人打死，被打死，全部打死。那边三个，那边二，你三个小心点。走吧，咱们一组。哪里二幺零啊？ 就你们顶上，对面那边，那个黄区嘛，桥上还有人，桥上，哇！我到现在一个都没杀，我现在人都没见几个，这些人是怎么过桥，是飞过来的吗？ 这摩托车速度怎么这么快啊？他？ 真冲头打到我！车都有人，车都有人，车都有人。这个三七八，垃圾！哎，过去吧。 这五八倍镜，这五八倍镜。我走，这边有个人，咱附近有个人。左边吗？左边有。摔炮真垃圾，我跟你讲。八倍，顶上石头一个，两个，拉上去，拉上去，举倒了一个，再救。没有，他左边的。 没有救，他爬出来了。八倍，有八倍吗？我有。哎，这里，我这脸上。我他妈过了，这还没带吧？ 我要莽了，我要装起来了。我看，烧烤，就才四个人了呀！我靠，阿明现在在家里面做烧烤去。 马哥有事就先下播，没关系，我们三个依然能播。再来缓一会儿，缓一会儿。马哥，满满的正能量，积极向上。再多的困难，我们也要微笑。对不起，各位啊，那个啥，也是。咋了？割皮包了，开始发言了。是的，有点难受。大姨妈了。积极向上，满满的正能量。 好嘞，我玩你的啊，不用管我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再多的困难，我们都要微笑。
七七。反正挺小的飞机，谢谢。这群刷成房去了。那房去了。哎呦！三层的二楼。二刷口。三点。左边山上有，左边山上有。山上倒了，没救，我没救。山上倒了。山倒了，山倒了，被右侧打倒了。一打一，一二一啊，一二一。我开始拉枪线，把右边的拉死。那边的有摩托车耶，可以直接去哪？这两个都有，这两个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一比咋不好学呀、啊？他们得过马路，我以为我天秀兄弟，还有一个，三大一了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那个房子，他对雷山倒了是吧？最后一个，我以为我天秀，我操！你直接贴门去吧，我这。OK， 好。直接贴吧，我就跟你们家。在左边窗户。漂亮，牛逼！全体起立，双击666，刺激了！刺激了！Easy for ends, ends, ends.